李卓仁議員第十，等等等等，第十二次，係即係其實我覺得成件事本身咧，就係我覺得成個規劃咧就好混亂。頭先我問個4000平方米嘅問題咧，其實而家成個規劃有兩，通常政府咧。今次就完全唔按規矩去做，突然間發明咗一個4000平方米即係以上咧就可以地換地，但其實政府以前做嘅方法咧，就係即係錢嗰方面咧，即係我就好清楚，就係、是、每一個土地你收回，咁你就要賠償啦。你賠償咗之後咧，你跟住就攞嗰啲地咧就去拍賣。咁今次咧就唔用拍賣嘅方法，咁然後你倒翻轉用嘅方法咧。你就係用一個地換地嘅方法，其實咁樣其實會唔會係完全係更加益咗嗰啲囤地嘅地產商，令到佢哋本身係唔使喺公開市場拍賣嗰時去投標，而係可以即刻就已經換到地？咁你有冇計過呢兩個方法？其實對公帑嚟講，哇！咁點搞啊？真係咁複雜嘅問題，我梗係要講咁上下啦，係嘛？對公帑嚟講嘅影響係點樣？主席，嗰四千米咧，四千平方米咧，呢個係申請佢可以申請嘅條件。咁呢個最重要咧，係將各個規劃嘅原則同埋精神啦，予以可以保留嘅。咁至於你話嗰、那個佢有嗰笪地，就算佢申請嘅時候咧，我哋地政處嘅同事咧，亦都會同佢喺補地價上面咧，按住市價上面去做個補地價工作嘅。多謝主席。